平安，真的是很高兴，真的是妈妈可以信主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的日子。感谢主。其实我没有想过妈妈会受洗，其实我信心真的比较小，但是经过就是三层山，其实我真的相信，真的是觉得那次真的是很棒，因为之前第一次推三层山，说句实话，其实还蛮哩哩啦啦的。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母亲节，然后推三层山，其实我真的非常用心的祷告。那一次我也想说，名单要把妈妈真的是放进去吗？那我想想说，算了，这是圣灵的感动，好吧，那就这么做。那其实每一天，其实我都很努力的在祷告，而且进食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，尤其一餐不吃，真的会饿死人。然后，但是我还是很。真的是，就是每天真的表格看到就说，哦，对，我要进食，时间到了，我要祷告。然后呢，还有那时候我也一直担心说，我要怎么邀约妈妈？其实我觉得上帝那个真的是做了最好的安排，因为我儿子住院了，真的是，结果妈妈就必须来照顾那个就是大儿子这样子。其实也因为这样子。然后妈妈听了那个宝元姐的见证，所以对她来说其实很触动她的心。然后尤其是因为这是在传统观念，妈妈就会觉得说，其实这种东西家丑不可外扬，为什么可以这么他们见证起来可以这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过去，然后可以就是这么的平安，这么的喜乐这样子。而且尤其是就是可能年纪差不多，然后所以那个宝元姐的那个见证非常触动妈妈的心，对。好了，妈妈说她比较年轻，对。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是，真的是觉得很棒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有。就是每当像这个刚刚那个讲到的见证，我觉得我们真的邀请我们的家人，尤其是我们最爱的家人，你越爱他，你一定要越邀请他来。我觉得上帝就真的是会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动工，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家人。然后妈妈也有说，因为他在那一次之后，而且是在会后的时候，那个真的我妈妈有被那个圣灵触摸那个感觉，因为当天她就非常的有感觉，而且是像宝云姐的见证啊，都告诉她曾经问过我们那个小组姐妹，就问过宝云姐的女儿说，哎，那你妈妈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？她说我妈妈现在的工作就是祷告吧，她就是三餐都在为人家祷告。那我妈妈就说，对，她说我现在我跟妈妈除了只差一餐，中午没办法，我早晚都在祷告，就是，对。那妈妈就是说，从她真的是觉得相信主之后啊，她其实她就开始祷告，为了我们的家人，那为了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姐弟，为了她的孩子在祷告。那妈妈也觉得说，她就是信主跟之前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？她觉得以前不要说花钱好了，其实你不管怎么拜，然后怎么念经，你心里其实是没有平安的。那她可是她真的是她。真的是他其实他读那个满福宝，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所以他就拿着，我跟他说，那你就用满福宝，而且他那个其实字太小了，所以我用手机版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就觉得说祷告完之后，他就觉得心里其实很平安。那他会觉得说，其实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平安。然后他觉得说，祷告完之后啊，他会觉得说，其实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啊，就是也会比较和谐。那他就觉得说，其实那个祷告的力量，他觉得说跟以前啊那种烧香拜佛啊什么是不一样的。其实真的这种真的是要经历才会知道。对，差不多。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是真的是非常有力量的，然后我们要真的要相信我们的主，真的是超乎所求所想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会受洗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主。很感动，非常感动。哎，宝元在吗？不在。他一定要跟他照相啊，这是他因着他的见证结的果子。好，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哦，听到方韵讲到真的就是祷告。我们七月开始又是为父亲节，为父亲节的祷告，所以呢告诉旁边说，
祷告要看见神开路，真的，神要柔软人的心，好像妈妈来，然后就被圣灵触摸，被圣灵感动，现在也开始祷告。他就是宝元怎么祷告，他就学着怎么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很感恩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请崔刚牧师为秀月姐妹来施洗。好，就来这边，对对对，来这里，站在下面，然后面对十字架，这样就可以，不用坐，不用坐，对，只要有那个毛巾，大毛巾，我这个太小了，拿那个大毛巾。好，你在这边。因为以前都是坐惯了哈，原来可以用站着的哈。那个我想起来，路加福音的15:7哈，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哈，有一个罪人悔改，那么在天上呢也是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欢喜更大。”所以，请你跟旁边的人说哈，一个人受洗也是极大的快乐。好，那在受洗之前，我们都还是要有一个仪式，一个过程哈。我们要来问一下黄秀月姐妹哈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吗？愿意相信。好，我们鼓掌一下啊。好，你愿意弃绝魔鬼以及魔鬼一切的作为吗？愿意。好。你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听从耶稣的话语，为主而活吗？愿意。好，既然你如此愿意哈，那我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愿你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阿门。颁发这个洗礼证书。